对我来讲，合作的最高目的是赢得胜选，但是我要问的是，什么样的组合胜率最高？啊，有机关枪可以用，啊，你说啊，步枪也可以了，就拿步枪上去。所以我在，既然有更强的组合，为什么不用更强的组合去选？在野势力整合坚持到登记前最后一天，柯文哲当场落下大白话：什么样的组合胜率最高？埋下破局炸弹。谢谢。小心哦，小心。来，加油。柯文哲笑而不答，但民众党在会后随即发出新闻稿，宣布今天将正式登记副手。消息指出，柯文哲副手人选包含前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、前雅虎大中华董事总经理周开廉，以及民众党立委吴欣盈。但根据了解，周开廉已经婉拒，而呼声最高的就是星光小公主吴欣盈。身为星光集团第三代千金，不仅具备女性企业家特质，国际政治经济涉猎广，曾任英国保守党国会助理、投资分析师。更是世界经济论坛青年全球领袖成员。柯文哲先前开出副手三大条件，刚好都跟吴欣盈不谋而合。副手人选究竟是谁，将在今天上午11点就会揭晓。